我们看这一题，它假设哈，车速是10公尺每秒，乙车是4公尺每秒，在同一个那个轨道上运行啊。若假车的驾驶人在离乙车的第一距离哈，发现了乙车，那他就要踩刹车了，刹车加速度是负2公尺每秒，每秒。那这样的话，第距离哈，就刹车距离要大于多少的话哈，它才不至于相撞，至少有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哈，就从那个甲来看乙啊，乙相对甲的位置哈，你多少呢？这是二分之一啊哈，这乙的加速度零嘛，零减掉负二 t 平方哈。加上 v0 t， 乙的速度减甲的速度，4减10啊，再加上乙的初位置减甲的初位置加 d， 啊，这要求什么呢？要求要大于零啊，就没有解，等于你无解啊，等于零的话无解，等于你无解的话代表什么？代表那个判别式哈。判别式哈，这是负六哈。判别式的话等于多少呢？负六的平方 ，b 平方减掉4ac 4乘以一乘以 d 哈，要小一点。我判别式要小一点，那也就是说 d 哈要大于4/36，所以应该是9，也就等于9了。就距离低哈，一定要大于9公尺哦，至少要9公尺。所以答案选 B 啊，至少要9公尺，才不至于相撞。